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我现在苗栗路啊，听说这边有一个乐山油炸串串特别好吃，在武汉很少见啊。上次上乐山吃的，感觉挺好吃，在武汉都没见过。这次我们去尝尝，武泰达乐山油炸串串，万物皆可炸。上二楼啊，这道门，西两门。这个给谁呀、啊？西啊，不、哦。牛肉大鱿鱼兔肚，我也没吃过，呗荤素都八毛，草本肉炸，哎呀，排骨串荤素都是八毛，我们少拿四个，放这是吧，不让给泡啊，不能上错了是吧，好嘞，这是牛炸的是吧，冰汤圆啊，这天看着都爽，捞汁花甲，捞汁蟹钳，凉拌鲫鱼，哇，凉拌鱼这么大一份啊，对，漂亮啊，炸串也没上来，我们先吃个凉拌鲫鱼啊，上面是韭菜还有这个剁椒，尝是什么味道，酸酸辣辣，听老板娘讲这个凉拌鲫鱼也是乐山特色，乐山美食太多了啊，食在四川，味在乐山，这味道特别好，这刺太多了，但是鲫鱼确实鲜亮啊，正常它这个凉拌鱼里应该是有折耳根的，但是他怕有人接受不了，所以没放，他结合了武汉口味放了韭菜和辣椒，味道难熬人，土香卷啊，土香卷不是乐山的，是福建的，嗯，特别好吃，蘸这个甜辣酱，里边有肉啊，有马蹄啊，用豆皮卷的，嘎嘎地，看看，这俩过瘾都。店的牛肉啊，这牛肉是非常嫩的，它因为它有这个用这个卤油炸，它有那种微微的香料的味道，它吃的很香，跟我们北方说那种调料油炸的，好吃，确实跟武汉的炸肉不一样，武汉的炸肉它不蘸那种孜然酱吗？它主要是蘸干料。这个料儿有点香，不是辣。这是兔肚，我们尝一下。嗯，扎脆啊！我头一回吃兔肚啊，但是味道还不错。这串不蘸蘸料吃，直接吃，味道就不错。蘸蘸料，只能是锦上添花了。排骨，嗯，排骨腌得很到位啊。哇，这太爽了，每样都好吃。看这个五花肉，炸的是比较干那种啊。嗯，满口爆汁，嘎嘎香，哎，太爽了！哇，这个鸡架了，嗯，这顿虽然肉不多，但是都是贴骨肉，特别好吃，腌得很入味，外边焦焦的，里边嫩嫩的，看看，炒饭都是用铝饭盒装的，嗯，这顶上黑黑的，是四川的芽菜啊。这个基本上一比一还原了乐山小吃的味道，等一会儿呢过来尝一尝吧。